这怎么回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要去到哪？别傻了，别傻了！哦，那很简单呀。啊，真能被撞死的，是挺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溪。今天呢，我又来更新我的 B 站内容了。今天我还是来客串一下游戏区的 UP 主，玩几款同事推荐给我的沙雕游戏。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游戏。那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吧。第一款游戏叫做《别让咖啡洒出来》，看看是什么样的游戏体验。不是，啥？Hello, it's me. 哦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等。哦，我就是要去嘛。对了嘛，我反正不傻你。哎，这个哦，原来很简单呀。我到这儿了是要按什么键吗？空格。我怎么回来了？空格就重新开始吗？原来很简单呀。我要用我的卡去滴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得背过去。你别傻。是挺沙雕的。别傻了。现在已经很娴熟了，看看。倒着走，滴，怎么滴不起来？这个就是可能还是得先穿过去。穿不过去啊！你不啊？起来！Stop it！ 哎呀，你看他走的太沙雕了。你看，还有时间限制的呀。好，我其实我觉得我操作的已经非常好了，我给自己好了，赶紧，哎呀，赶紧过去，好的，过去，好，过去，我坐下来，我的天哪，我怎么坐下来啊？我真的酸 Q。知道了。哎呀，起来呀！完了，咖啡都洒完了。我要先研究一下它怎么再坐起来。你看，这样没洒吧？然后怎么再站起来？哦，你只要倒了之后就，你给自己喝点咖啡清醒。救我！哎呀，你在玩杂技吗？不行呀！我先试一下，如果说我摔倒了之后啊，你看，摔倒了就摔倒了，他走不了了就。你看，起来，过不了了，真过不了了，算了吧，观众朋友们，是真过不了了。你们谁会玩这个？给我点提示，给我点留言好吗？然后来告诉我这关该怎么过，我实在是做不下去。好了，我们把咖啡抛之脑后，我们来玩警察模拟器。男性角色，来选个亚洲人吧。我的警察生涯正式开始。现在正在观察，我可以起来吗？我可以起来。
我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边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还在这个，我想它会被倒。吧，去执勤吧。Hello， 早安啊，女士。Hello， 我该去哪儿执勤啊？该是从这里出去。开出停车罚单哦，我要去停车罚单，我知道了。能不能跑呀？你走得太慢了，小罗，罗，抓紧，跑起来，哦，这就是一个哦，你看，我罚单呀，乱停车了。哦，可以，非停车区域。对了对了，我会不会被车撞死？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哎呦，我会不会被车撞死？我会不会被车撞死？哎呦，真被撞死！真能被撞死的。我去这边，这边车好像开得慢一点，给你开罚单了。车牌过期，你都没有车牌吧？车牌应该不会过期。非停车区域开罚单啊？我怎么捡了5的 CP 啊？我开错罚单了吗？你都没有车牌吧？你好，杀！你怎么停上来的？你教教我，你怎么能把后轮停在了这个人行横道上？又开错了啊！这有一个压马路牙子的，这肯定有问题。哦，人行道太近，哎，加分吧。啊，又减分了。有没有问题？这也没有问题，这车都没问题吗？大家都那么遵守交通规则，没有违章停车的了，这不太为难我了吗？快点啊！让我找到这种非法停车的人呢，还要开罚单呢。逆向停车，逮到你了吧？谁让你乱停 ？Nice， 被我逮住了吧？停车计时表超时了，车牌过期，开罚单。靠近人行横道，开罚单。你好，这绝对违章了呀！你怎么能停在这儿呢？你停在这儿怎么行啊？你看，开对了吧？嘿嘿，不爱。我就先开罚单，车牌过期吗？我觉得我开错了。扣了5分，跑了半天，但大家其实守规则的还是较多。这个探索类游戏啊，这是个。我想坐下来喝杯咖啡了，累了。我想坐下来喝杯咖啡了。这些都没有违章吗？怎么那么不幸呢？给我看身份证，手铐，品。怎么，他要抢劫吗？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？把身份证拿给我看。Sure, officer. 靠手铐。Hello. 拘留吧，要不然。It's me. 算了，先走掉。呀，我又怎么扣分了呀？我还不能看人家身份证了，我就要看。Please show me your ID. 等一下，好像你有问题，给我看看身份证。Here you go, officer. 他们怎么都长得一样呀？有一天晚上梦一场啊，我怎么又扣分了？好不容易挣的分全没了，好无聊啊。这里边有没有乱停车？是摸鱼了还是跑到公园里来休息了？看看就不想好了，玩一玩。给我看看身份证。 Here, officer. Your 哎呀，终于下班了。Have a nice day and goodbye. 我怎么又扣分了？不是很无语啊，我。真的放肆。这个游戏我们就忽略它。第一个游戏倒挺好玩的。第一个游戏我觉得我可以玩一天，就是不过关就誓不罢休的那种。啊，那就这样子吧。这期节目的话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好吧。啊，拜拜。